就你一大姐做好，你也会，做完了。伊吼爱食迄送我的饲料。哦。嗯。食到上瘾啊。食婴儿食品啊。不是，我弟朋友也是卖宠物的，他说老猫吼，老猫我把熊老猫是买那个十年的老那个老猫，它不是那是营养，营那个那个什么营养给它减半啦，因为太胖了。哦。我说牙齿不好，他说给它吃小猫的。 小猫的饲料你看好不？我很厉害哎！一颗，小猫真这把掉来啊！哎，我剩没几颗了。那天我跟你分手以后，我就直接走这边就看到昨天的人家。